不要去想消极的啊，不要去做一个很负能量的人，就是平时在生活中一定会有人会一定会遇到很多不满意的事情，不开心，因为人生不有可能一百件事情都是顺利的嘛，所以有时候即使是很难过遇到很伤心的事情，也必要去把这个负能量哦去散发出去。就之前我们这几天上课啊，老师都有跟我们讲到，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要每天散发出更多的正能量，因为这样子会影响人家的，当人家看到你发出正能量的时候哦，他们就会觉得诶很开心这样子，当他们开心的时候，这个开心会一直延续下去。这阳，这我们要拎回这个主题的时候，这整个阳气就会变得更好，明白吗？所以就是好像不要太多负能量，不要想消极的，就没有事了，对不对？就跟做人的方面也是要这样子。这我们可以跟你们分享一点，这是我们这几天哦上课学习的东西，就是其实我们有演艺课啊，最近啊有什么演艺课啊，跳舞蹈的课啊，可是重点我们学到更多是怎么做人哦，真的就是先做人后做事这样子，很后做事，对，尤其是后做事，跟你们分享一点。你们教别人那么多啊？嗯呢，就不是教别人啊，我们是在分享一些经验这样子。就是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很厉害这样，其实我们人都没有完美的，都我们很多很多的不足。我们还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你不要骄傲了，要提升自己。然后其实跟你们分享一点，这是我们自己也学到的东西啦。很可怕的人生。我们看一下粉丝们的留言。我也要吃，小乐你已经 distract 掉人家了。已经吃完了。欸，可能那种他们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看会很怕。可能会很怕。我觉得会，因为我每次一定会怕的。是哦，如果是我坐在电脑前面的，或者 iPad 前面一个人，你要关灯这样，看到那种鬼故事啊，一定怕的。原来是我这样讲。那种关于那种灵异的东西啊，都会怕。其实不用怕，就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然后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就没有了，要不要静下来更怕。当然不要静到完了，就自己没有做过亏心事是不用怕的。其实你们很幸运，达人很少讲那么多话的。对啊对啊，达人真的是很静。对，他蛮静的，这几天三天生活应该都很静一些。然后还有什么就还有什么，我可能看一下时间好不好。现在时间是泰国的时间是11点35，他们那边11点30，所以马来西亚是11点多，11点35。 OK， 现在我们有个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两个小时多了哦，so far。没有啦，我们是在讲一些鬼的东西啦。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想要问我们啊，是你遇到有什么问题啊，你们可以在这边告诉我们。其实我们这边四个人都是什么九号人啊，都是是不是小的师妹是九号啊，什么师妹是哦，我是 Sky， 我以为你是 KL 啊。刚刚好哦，四个人九号人，他们叫我们讲 Hokkien 伟，来 Hokkien 伟，没有，我们开庭讲哦。是啊，他讲叫小乐讲，来小乐来讲，来秀一下你的 Hokkien。我哈咪哈，讲 Maggie 米爱麦。同样的 Maggie 米。妈呀，你看呢？我是西北 L， 妈呀，我是怎么是西北 L？ 哎，我去吃了嘛。他是西野草。西野草？哪里？西野草福建话叫什么？西。沙西。沙西西。西。叶叫什么？叶。叶子叫什么？叶叶树树是树，叶叶啊，叶叶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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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难听哟。如果是广东话嘞，四草四草四草，还有是黑狗歪，这是黑狗啊，黑狗歪是客家，你们会啊？四草四叶草四叶草四叶草，都很怪哎。如果是对吗？我有讲错吗？马来话的话就是恩巴，恩巴和拉伊达温福尼亚荣布，这是黄名字教我的。对对对，四叶草。如果是英文呢？英文是 clover 咯 ，the clover joys， 我是这个老方子跟。clover 啦 ，clover 是四叶草。泰国话。泰国不太懂啊，萨瓦迪卡，很直接讲这些。卡本卡。红灯卡，其实来到泰国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其实有很多种啊，他们的语言啊，对，很多像他们的男神啊，泰国的男神啊是叫卡，
对 ，K A B 卡，听到有这种。如果是女生是卡，然后如果是女生是卡 K A 卡 ，says 如果是中性人啊，那种人妖啊，他们是哈哈，萨瓦尼哈，所以你要讲萨瓦尼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真是了，讨厌。所以你一定要讲萨瓦迪哈，或者是阿坤哈。对啊，开玩笑吧，开玩笑吧，不要杀掉我。OK。还有，我们要讲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看一下，很多人都讲，有人讲要看米奇哦。米奇，米奇还没有拍完呢、啊，还没有拍完，我们在拍，他们在做东西，他们在做一点东西，还没有做完，做很久。做什么？哎、hey, ，这几天我们有讲了一些很多话题，这样。嗯，还有什么要分享吗？这几天我们学到了。在你们的 camera 录到我啊？是的，录到。哈哈哈哈哈。够恶啊你！然后还有什么？嗯，这几天我们学到东西了。你们学到什么东西？打人讲看。从来没有住在外面这样久哦，还有从来没有这样迟睡。那六点学啊学是学要演绎超多啊，我觉得我是吸收，我是魄力到很。我自己觉得啊，突破到他平时是一个样子，然后啊演戏的时候可以啊，整个这样没有，是啊是啊，哭，你不要嘛，笑的，笑是在笑啊，喜怒哀乐已经练到很好了，就不是平时的 Mr. 达人了，已经变了。这样 ，Joyce 来讲一下，你需要什么东西？就是啊，那个过程哦，虽然说我们有一个东西要学，一个东西要学好这样，可是那个过程我觉得是那是花钱买不到了，真的。就是我们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啊，就是我们要有很多同伴，然后还有老师。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有很多的那些不同的意见啊，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冲突啊，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就要去想，哎，有时候老师很凶哦，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。不开心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对人家对我们来硬的嘛，所以就是有时候会不爽啊，然后可是过后才发现到，哎，到验收成果的时候哦，我们的那个成绩很好的，然后换一个角度想，如果那个老师对我们哦很不凶的话，我想我们也不可能进步的那么快啦，我是觉得，所以有时候哦，脾气啊，就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哦，不要太快发脾气啊，然后埋怨东埋怨西啊，有时候真的要少一点抱怨，接受更多的东西，然后、哦、到最后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学很多东西这样哦，就是我这几天学到了，就开心，就学到了一些懂得如何跟人家相处啊，其实很多像。不只是我们学到了，其实大家应该都会学到的，就是如果你在学校啊，面对一些很凶的老师啊，其实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很生气，我也是一个人，为什么那个老师要对我这样凶？包括我也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是。像昨天我们前几天第一天开始，有一个老师呢就来教我们啊一些演艺课这样子，他就教我们的时候，他的态度是非常的恶劣的那种。他用的方法是非常的偏激的方法，就是不断的一直很像在 show off 这样子之类的东西，让我们产生那种妒忌心啊，或者是不爽的那种心情这样子。第一天全部超不服，就我们第一天学东西的时候呢，全部同学啦，就我们这些人啦，我们全部就坐在一个圈，然后不断的一直埋怨这个老师，就在那边一直回想这个老师讲过的话。嗯，可是这一点他已经成功了，就是他让我们成功记住他讲的话了。对对对，我们会一直重复一直讲，哇，你看他讲什么话，就弄到我们很气愤，就觉得妈的，这东西这样简单，为什么要弄到这样子啊？所以我们就觉得，而且他一直在责怪我们，就是他打击我们呢，让我们觉得，哎，这样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。其实事实上我们真的做不到那个水准，所以我们不服，心里不服被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哦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哦，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效果、哦，变成弄到我们了、哦。妈的，这简单东西一定要学好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很有那个，让我们有那个上进心哦、所以我们第三天的时候，真的就是。
干，一定要给他弄得最好这样子，所以结果成绩出来的时候、哦、是不一样的、嗯、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很像在学校读书也是这样子、嗯、如果老师其实很凶啊，很凶要对一个学生这样子啊、嗯嗯、其实也是有好处，只是看你那个学生、嗯、其实到最后选择权还是在我们，嗯，如果我们选择不要学的话、嗯、到最后我们没有赚到了，我说是我们亏耶、嗯、对对对，所以我是跟同学讲，有什么其实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、啊、有时候生气不一定是件好事啊，如果你静下来去听了，其实你自己是赚到了，嗯嗯，还有妈妈做人的道理嗯，真的是学很多做人的，就好像就还有很多就是就因为之前啊我们这个 Red People 的公司嘛，就很多就找到很多的恶评啊之类的东西嘛、嗯、不过其实在那一个你拉远来看，其实我们都只是一般16、17岁到20岁的年轻人嘛，其实我们都是一样，只是我们特别因为是我们比较多人关注，就被很容易被放大来看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我们齁更需要去这样子来提升自己，因为就像很多黑豆讲了嘛，你要做红人吗？你要做红人，你就应该要接受这些人的讲的东西，像他们讲的东西是很对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是需要把自己的心胸把它弄宽大，来面对这些事情要、嗯、对对对，因为不要用电话有那个吱吱吱的声音。所以每次啊被攻击啊，像刚才这样一直被攻击啊，我们都会忍下来，然后其实也还好而已啦，就知道要怎样消化这些东西，然后消化过后不一定代表接受得到，可是接受不到就是要更加努力去证明、嗯、更加努力的去做。所以我想在这里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、嗯、就是好像即使是吉米啊，即使是我，即使是 Mr. 即使是小乐啊，那种不同的什么啊，还是做的东西是不同的，向往的方向是不同的，可是我们都一样在学习啊。想讲的就是我们 Red People 就是有很努力去学习，希望你们能够得到你们的接受跟支持这样子咯、嗯、所以我有看到，我也有就是有看到你们的留言啊，有好的有坏的，这是正常的嘛，因为不可能所有的都不可能所有的都会好像完美就是喜欢你啊，十个人里面不可能十个人都喜欢你，一定会有。像我们昨天有遇到一个老师、嗯、他是一个很像心灵老师这样的，对对对，他就有讲嘛，100个人里面要100个人喜欢你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嗯嗯，所以如何要让这100个人都喜欢你是也比较难做到的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基督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佛这样子，嗯嗯嗯，就算是圣人也是会有人，也是会有我们都不是圣人嘛，对不对？嗯嗯嗯。所以是这样子，你也很近哎，没有讲东西。我们两个一直在讲。我们学到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你还有学到什么？做人的道理。做人的道理。看一下留言，讲啊你讲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讲，就是让比较多人喜欢你，就是我不能这样讲了。家庭这样。至少喜欢的人就是我这样讲哎。讨厌你的人比较少咯，喜欢你的人比较多这样。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啊，尤其是我们哦，就是有时候黑豆是一定有的嘛。但今天那个老师就有跟我们分享一个很我觉得很对的东西啊，100个人里面呢、啊。有98个人是支持你的，可是通常那2个人不支持你的那个人哦，他们是讲话最大声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妈胖妈的陈吉米，怎么你长得这样肥这样丑？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自卑，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你这样。所以我是很肥很丑。不过不要紧，讲。就是那2个人哦，他会骂的特别大声，即使是在这个 chat box 的特别大声哦，是因为他想要表现自我，他要证明证实自己的存在。因为当人家反应他的时候，或者是甚至一个公众人物来反应他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很爽，他的存在被证实了，他就赢了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2%的人呢是很自卑的，所以他们特别大声。可是那98%的人呢，他们其实是支持你，可是可能他们背后的背后支持你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生。默默不是妹妹，OK。默默在背后支持你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点，就是好像不要，因为我们通常人啊都会特别去反映到那些消极的东西。你骂我，我被刺激到，我敏感哦，那我就会骂回你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，其实我们
怎么这样专注？那两个人又不是你爱的人，又不是他，又不是爱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转，在乎的是喜欢自己的人。为什么以前我们把时间哦浪费在哦跟那些黑的骂来骂去啊？为什么不要把时间更专注的放在那98%的人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像有些人，有些黑的啊，他就在那边骂骂骂，问我们这么不要反应他，这么嘘，这么不要反应他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，有时候不是我们不要反应你啊，只是我们更在意、更关注那些支持我们的人。对，因为所以就是，就算讨厌的人再多，还是会有几个喜欢。嗯，倒不如去关心那几个喜欢的人更好，这样子。嗯，然后就一直散发着这正能量 ，maintain， 然后再把它传播，会越来会越来越大的。所以我相信，要每天都正能量这样，真的要很努力咯，尤其是你啊，要加油加油。那OK 啊，我觉得他其实终于五个人了。哦哦，终于五个人了，可是还没有弄好。好，还有谁呢 ？Charles， 这位是 Charles。Hello， Hello， 大家好。他头上还有两个 gap， 他在做这东西，是不是很帅哎？看，终于有六个人了。刚才他们就跟我们三个人在讲，他们在讲八个人，他们一直讲后面有三四个人这样，我们四个人，我们在这里故事，后面有恐怖啊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有五个人了，对呀，对呀，有五个人啊，怎样？所以说上个星啊，不是上个星期，上个星期我也是有一天是讲一些关于有鬼的东西，也是突然间讲 Jimmy。你后面有东西，你后面有东西，我怕到半死。然后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间，整间家只有我一个人吧，我就坐在电脑前面一个人讲在 M face， 然后后面那些人就留言了 ，Jimmy， 你后面 Jimmy， 我老爷你知道几怕吗？可是我的后面，可是你后面有东西还蛮老套的，你要讲，如果你的荧幕有头发这样还是什么？你不要讲了，我这个麦还要开。你要讲，哎，等一下，世界草，你不要动啊。你的眼睛只剩一个，崩溃，秋宝说福建话来听看看，是哦，哇，你福建人，福建人，还是会讲的嘞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OK， 咩啊，咩群聊咩？你跟他讲你是巴生人，我是巴生的囡仔，哇，几标准，荧幕有头发，说好的鬼故事呢？算了啦，我跟你讲 ，Mface 的主题 ，Mface 的主题从来没有两个是准准的，两个小时后准准的。因为我以前啊，每次讲 Mface 的东西啊，一开始讲要讲这个故事啊，或者一开始想要讲这个主题啊，到最后都是不见掉，一定换掉了。太嗨了，太嗨了，因为你会很自然的一直在那边一直讲话这样子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有人叫我们不要忽略小的，不是我们忽略他，是他在那边吃北面。他不要过来，不是我们的错。吃，小乐寂寞了啦。小乐很多粉丝哎、欸。有人讲叫我们讲笑话。讲笑话，哎，你有没有什么笑话？还是敲手什么鬼故事？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？说，哇，我不懂哎，我没有哎，我这样正，来回。还是你有听过什么鬼故事？人家的真身，真人真事。刚刚米丘讲了没有？讲什么？米丘讲什么？房间的，米丘房间有没？有啊，有哦。刚米丘来讲一下。等，最后的九分钟我们就讲完这个故事，然后就完了。就米奇又和他的和 Stella 一同一间房间嘛，就 Stella 睡着了，然后米奇又就还没有睡，然后房间是不可能会有很大的风的，然后不懂怎么那个衣柜就突然间那个吊衣服是什么、啊、衣挂就突然间一直在摇来摇去，就不像是风搞的东西，就一直摇来摇去，然后就好像有人在跟米奇又对话这样哦。可是米奇欧他是那种很正听很酷的，米奇欧会讲这个我没有听到、啊、我听到我早上我听到他讲那个衣架一直摇这样，可是米奇欧没有怕啦，他是那种、他没有怕 man 的 然后他就没有怎样啦，他就他没有跟 Stella 讲，因为他怕 Stella 怕哦。可是我跟 Stella 讲因为我要他怕有点坏人家我们唱泰国情歌哎，不是，我们现在在泰国，要不要你唱啊？你唱你要唱，你的吉他要吗？我不会弹，我没有学红这个，拍谁？萨瓦迪卡，我们找一下啦 ，YouTube。
Right。哎，你们每个礼拜都会，他们都会要求唱歌。分钟的时候就会唱。没有，我还只是想叫你们演戏这样。演什么戏？给他们看那样。哎，说上爸爸妈妈孩子。真的、啊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很累耶，这样。很累。哎，还有 KTV 版本哦。啊，来。进来呀。啊，来呀，来呀啊！一阵子我们听不到音乐嘞。嗯哦、你不要发掉，不要发掉。发掉的话，人家听不到。你们跟着唱。Hello， 你们听得到那个音乐吗？你很累耶。Hello， 你们听得到吗 ？Can you hear？ 听得到那个音乐哦。等一下，我开大声一点啊！等一下，这开不到呀。那、这个很烂。哎，又可以哦。Music 大声。OK， 这样你们听不到两分。哦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OK， 你们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我听到没？哎，对对对，你看这个，来来一起，来来来。
剧情哦，剧情。掌声鼓励鼓励啊！OK， 来讲一些笼统的东西。我是每一个礼拜六晚上10点到12点都会有 M Face 啦。OK， 我的 Facebook 是 Joy Chu， Page 是谢潮，然后 Instagram 是 The Clover Joy， 记得去关注哦。然后这一位是陈吉米，他的 Facebook 是小红炭，他的 Page 是陈吉米，然后他的 Instagram 是 Jimmy 两个 Y 然后半山。然后这一位是黄金达，他的 Facebook 叫黄金达，然后他的Page 是 Mr 达人，相信你们也懂了。然后他的Instagram 是 Mr. Wilber OK。 然后这位是 Charles， 然后他的 Facebook 就是 Charles T 咯。然后你 Instagram 是什么？ Charles T 咯，可是后面两个 E 是三三 OK 那个。然后这位是我们的小乐，然后他的 Facebook 是王小乐对吗？王小乐。然后你的 Instagram 也是王小乐，也是王小乐，没有空格。 OK 啦，希望你们今天可以享受我们的话。